Hello，早上好啊。你就眨眨眼了。哎呀！又一过吗？又一次。我太难了。
啊。好吃啊，看着。你赶紧吃完吧，我还是吃了早饭的人，看他吃我早饭好饿。你吃早饭了？我早上吃了一个苹果。早上只吃了一个苹果的男人。你的身体完蛋了。你这是在减肥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原来这样搭配是减肥 的，哦，这就是我的减肥餐。没眼看了 ending 完事儿。今天给大家录一个不一样的节目。